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今日市的消息。南部县市天狗日疫情升温，为着防堵疫情，市长黄美惠特别召开跨局处天狗日防治会议，超前部署疫情准备进行以及防治的策略，降低外县市本土疫情移入的风险，也呼吁市民动手清除生活环境的资讯源，共同守护今日市。该市长免费表示，目前该市无本土天狗日确定个案，但临近县市已经陆续出现天狗日的疫情。该市必须防范疫情刷入的风险，特别跨局处召开会议，并指示各局处爱加强巡查环境清理，并提醒当地市场、宗教场所、公园、校园、菜园、农场、空地、空厝甲社区等高风险场域增加清扫并。请民众落实循道清路的环境工作，并配合清消人员，共同维护家园的安全。再一次的叮咛大家，也跟媒体说，我们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共同更谨慎、更小心。所以这一些宣导，我们也一并都出去了。所以我们想，真的这些防疫工作，就如同真的视同作战。还记得我们上次 COVID 的时候。我们也谢谢那一天都知道，要2020年的就是我们农历过年的除夕，在除夕的时候，真的三点接到了一个有疑似个案，马上四点紧急召开，也谢谢当时大家在最忙碌又是休假的时候，大家真的紧急就是来参与我们的会议。那有了连续汇报以后，大家能够更为安心。我们希望这个假日大家也能够做好防范。我们希望呢，真的能够到这里能够终止下来。我觉得我们尽量做，后续的工作可以减少最低。好，那也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，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就紧急的召开这一个连续汇报，希望对大家，我们在做任何事，我们所有的大家所有的伙伴都能够让所有市民更有高度的警惕，那我们一起合作，那能够把这一个病没有阻绝于外。那对我们嘉义市来讲，我想这一个观光的一个我们的拼经济，它会更有效更有效率。该市卫生局表示，在外出时做好防网准备，避免被网虫叮咬。同时，民众若是有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出疹、关节痛等天狗日症状，请尽速就医，并主动告知旅游行程，方便医疗院所及时诊断佮通报，避免疫情扩大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。好啊，今麦登革热做一样的时阵，高峰期啊，咱要预防登革热，配保的四个口诀：循道清刷，循道清刷。对，经常去循一下，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，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，好循循看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把它倒水，因为有一点点水，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，哈，减少那个积水容器，哈，无必要的汤啊，咱尽量来用掉，哈，啊，再来恁刷洗，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，咱爱改刷洗一下，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，遇到水就爆发了，啊，咱大家身体较健康，好。谢谢。哎，大哥你很好，我是新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。哎，阿宇，咱起来就得拉那个菜园啊。好，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，好，啊，因为呢就这多个管理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你会当树啊呢，做一种较大桶的，那你的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。好，啊，我做完收起来，你给你包的就用个来包的包啊包起来，好，安尼一种管理。较袂有生登革热迄种个斑纹安尼，吼，啊为着家己环境好，吼，安尼应该是无问题，吼，很好，吼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登革热是由斑纹传播的疾病，传播的速度会很快，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，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，否则应该打洞，避免积水。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，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，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。登革热的防治，大家一起来。